喂，还能不能喝呀？喂，能不能喝了？喝。来，你倒点，倒点。干了啊！喂，啊，你拍照片呢？拍照片？不拍一个留个纪念。还留纪念啊？来来来，留个纪念。嗯，来来。嗯，哇，来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喂，这不。不行了吧？我帮你叫援兵过来啊！喂，喂，蓝少宇，你稍等啊，别挂，别挂啊，别挂！你以为就你有援兵啊？我也有。喂。依然，别挂，别挂啊，别挂。老板，你帮我跟他们俩说一下，我们在哪儿？天乐，快醒醒！回来你。天乐，回家再睡。回来你。天乐，看到了吗？我最好的哥们儿，也就是你的男朋友，把我女朋友灌多了。看起来像是你的女朋友很能喝，把我的男朋友灌醉了。也只有林天乐这么善良、这么单纯的男人会相信你，被你迷惑。谭总，您说什么呢？我说你接近林天乐有目的，什么目的说吧。怎么不说话？不敢啊？我告诉你。只要有我在林天乐的身边，你休想打他的主意，我不会让你计划得逞。明白了？哎呀，你别弄我，我又没有醉。我知道这就是我家嘛，这是我家，你。林天乐，我梅兰妮。哎呀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，你是我见过怂的，我见过怂的，但我没见过你这么怂的。我原来你不敢追我，我能理解。可是我现在都这样了，你怎么还不敢追我？你真的是怂爆了！我知道你喜欢我，我今天都听到你的心跳了，扑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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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？有木有？有木有？我要郑重其事的跟你说一件事。等我一下。不行，你站好呀。等一下，马上就好。我很认真。马上。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干嘛拍我呀？啊，说吧。我又不是明星，你拍我干什么呀？我这人，哎呦，你知道我比较。皮小会隐藏自己的感情，当我。
我知道你是真的对我好，我跟你在一起就特别特别特别高兴，见不到你的时候我又特别特别。我又想跟你吵架，我要惹你生气，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的。好啦，哎呀，不拍了，我认输了，不行吗？我认输了。好了好了，我等不到你给我表白，我来说，我喜欢你。不是吧？走。你别去。只有天乐这么善良单纯的男人才会相信你被你迷住。我告诉你，只要我在天乐身边，你就别打他的主意，我不会让你的计划得逞。你不可能嫁到我们家，他马上就要结婚了。属于我自己的东西。没事，你走吧。走，走呀，这是我家。这里是我家。真的，什么事情我都可以跟他说，什么困难，他都能替我解决，都替我解决。想你比谁都担心你，20年了，你干什么了？什么挫折都没受过，一直活在他们给你制造的真空玻璃罩里面。你会什么？什么都不会。哭有什么用？不是你哭有什么用？就因为这样，你要这样脆弱下去，连尊严都不要了是吗？怎么办？什么都不会啊！我什么都不会，我也。
找工作，我才真正知道了什么叫做我的那些骄傲、自负、自信全被击垮了，我全都被击垮了，什么都不会，你要我怎么办？你要我怎么办？我要我妈妈，你放开我不行吗？看着我，看着我，看着我，看着我。天乐啊，林天乐，奶奶来了也不欢迎欢迎，嗯，嗨，这丑孩子，天乐啊，干嘛去了？这是，还没起床呢。天乐，天乐。林天乐，是奶奶吗？我是依染。哦，是依染呐。天乐呢？他怎么不在屋啊？醒了醒了，干什么呀，奶奶？你都干什么了？那干啥了，奶奶？哎，你看你睡哪儿呢？嗯，你呀，睡到人家依染房间里了。嗯？哎，哎，我怎么睡依染房间了？啊？嗯？你想想，你昨天晚上干什么了？我，哎呀，我昨天晚上喝多了，我。哎呀，你再想想，喝多了怎么就到这儿来了呢？是，我喝多了，我喝多了，我哪想起来我到这儿来了？我好好想想，喝多了怎么就睡到这儿来了？之后又怎么了？啊？不是，我哪知道怎么了？我那谁，那依染呢？他在洗澡啊。哎呦喂！我这是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？别急，孩子，我不急。我去问问依然。问问去。别急啊，问，等着我啊。哎呦！哎，我得出去。喂，你醒了？哎，这是昨天晚上什么情况啊？你昨晚忘了？你昨晚可过分了。
什么叫可过分了呀？反正就是很过分。不是，咱俩别跟这猜谜语了，行吗？你就说怎么过分了。喂，嘿，依然，奶奶有话要问问你。怎么了，奶奶？啊，天乐，昨天晚上没怎么找你吧？啊，昨天晚上我们挺好的。挺好的？这挺好的是怎么个好法啊？天乐，没欺负你吧？啊，他。昨天晚上就喝多了，喝多了就跑我这屋来了。啊，那他还是欺负你了？没关系的，奶奶，我不怪他。这。这呢！哎呦，你这孩子哦，真是的，你太不像话了！干嘛呀你？还干嘛？人家依然都承认了，你怎么还不承认呢？不是，承认什么了？承认？依然说，你昨天晚上喝醉酒了，醉得一塌糊涂的，迷迷糊糊的上了人家的床，你呀。干了混事儿了！我干混事儿了吗？接下来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接下来我这么着，您先回去吧，这事儿我来处理。您家中间我没法弄这事儿，好吧？那你叫我怎么给依然交代呢？不用跟他交代，您直接走行了啊？那我怎么能不管？哎，可以，行，听我说，您回去，听我的啊，听我的，回去，直接走就行了啊。嘘，走吧，直接走，别打招呼啊。依然，要上班去啊。嗯啊，那奶奶买了些水果，别忘了吃啊。哎，好，我走了啊。嗯，奶奶再见。再见。再睡会儿吧，我上班去了。
你做的。话真多，赶快吃就是了。哎呦，挺细心嘛，啊，没看出来呀、啊。我这醉了一次，也给了你表现人品的好机会，不错，加分。哎，那个昨晚上我没干什么吧？我没说什么吧？这该说的反正全都说了，不该说的呢，也全都说了。我说什么了？你先是抱着我不放，然后呢就扑到我怀里，痛哭流涕，撕心裂肺，那场面真是惨不忍睹。哼，不可能。这完全不是我性格，不可能。不光如此，还一直念叨着一个男人的名字。听错了，你绝听错了。嘿，你对我好，你对你，哎，你干嘛呀？你有意思吗？是你吧？是你吧？啊，是不是我又怎么样呢？行，我心里有他，他心里没我，他有女朋友，行了吧？话也不用这么说，再说了，你怎么知道他心里没你啊？昨天我去接你的时候，你们两个喝醉了，然后靠在那儿，我就觉得那画面呢，看着特别的和谐，浪漫至极。另外，哎，你是不是不大清楚一个男人喜欢女人时候的状态啊？那我给你举例说明啊，比如说有的男人呢，他虽然很忙，但是他会拿出很多的时间去陪这个女人工作。又或者呢，他其实已经成熟了，但是会和这个女孩子做很多很多幼稚的事情。你说我就不用再说了吧，这么多事情摆在这儿，你还说天乐心里面没有你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昨天晚上你不一直在念叨吗？我说过了。我说吧，你就应该直接跑到天乐面前，把昨天晚上把我当成天乐的勇气呢全都拿出来，告诉他我喜欢你，甚至说我爱你，直接表白不就成了吗？难不成你还要放弃这份爱情，看着天乐就娶了别的女人，跟别的女人幸福快乐的去过下半辈子？那我怎么办呀？我是女孩子，总不能让我主动吧，多不好意思。那要不然呢？我跟你说，有些事儿呢，该下手的时候呢就快点下手，要不然的话，这真爱一旦错过的话，下半辈子可能没了。说就说，谁怕谁啊？对，我现在就去。哎，薛老师今儿调课，白跑一趟。白跑一趟我也乐意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觉得这事儿啊，我得坚持，我一定要把它搞定。哎，你跟薛老师发展到一什么程度了？他上我车了，还搂我腰了，就没别的念头？我也没想有进一步的念头啊。哎，我问你啊，啊，你说这爱情和友谊有什么区别？我觉着爱情吧是专一的，只能单向发展。这友情就不一定了，它可以单向发展，也可以双向发展，还能多向发展。你看，就像你我
爱宝这样。咱仨是男的，我就说这意思嘛。哎，那话怎么说来着？友谊是发生在白天，而爱情是发生在晚上。哎，我提醒你啊，你是带着任务去的，你不能发展到晚上。我知道，知道。哎，你说是，万一发展到了晚上，你应该怎么办呀？那得负责任呗。我觉得既然两个人能到这个层面，那双方都有责任。就是说得奔着结婚去了呗。反正这事儿要搁我身上发展到晚上，那我就奔着结婚去了。哎，不是，你怎么突然问我这个？怎么了？人渣。哥，我今儿没招你吧？哎，不，我不是说你，我是说，我啥也没说。明白了，我出去透透气，你忙你的。韩总，谢总的借据都准备好了？都检查过了，没有问题。千万不能出错。我知道。走吧。我觉得我们不必再纠结什么前因后果，因为说太多没有任何意义。不是我纠结，是你们公司一直在纠结。我什么时候借过你们的钱？完全没有印象。谭总，生意不是这么谈吧？会不会是贵公司的资金往来比较频繁，你忘记了呢？不能血口喷人吧？这个，这个我回头叫财务查一下。这钱是你们借的吧？上面的字也是你亲自签的，所以谢总，你没有资格来教我怎么谈生意。一周之内我要收到我的钱，我还有事告辞。这都半天了，哥。哥，啊，你是傻了还是骑车撞上脑子了？咱半天没说话了都。哎 ，Hello，Hello， 喝水吗今儿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哦，那我去办点事儿了，你俩先聊着。睡得还好啊？还好还好。哦，还好就好。昨晚我想了一夜，我觉得有些话如果我不说的话，我会后悔一辈子。不是那什么，我好像落了什么东西，我去后面找一下啊。天乐，在今天以前，我以为这些话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说。说吧。我喜欢你。我也不知道
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可能是我无家可归的时候你让少宇收留我，可能是我生病的时候你过来给我送粥。我真的喜欢你。那什么，你别冲动。我没有冲动。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我知道，特别特别希望他好，会以他的喜怒哀乐为自己的喜怒哀乐，每天都想和他待在一块儿，跟他一块吃饭聊天，看他笑。讨厌他不跟我联系，讨厌他看别的女孩，甚至是60岁以上的大妈，我都会不高兴。天乐，我真的喜欢你。我吧，你可能误会了，我们俩之前的友谊你当成了感情，其实我不喜欢你。那个，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之前一直只是把我当普通朋友吗？天乐，你是一个成年人，你要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任啊。今天的事儿你就当没有发生过吧。那个，我还有事儿。那个，那你忙，我先走了。艾宝，前台那个设计图呢？桌上。哦，对了，晚上小徐过生日，一块吃饭呗。不是你怎么了呀？没事吧？找到了，在桌子底下柜子缝旁边，可能是我下班收拾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掉下去了。没事，我以前也经常马马虎虎的。对不起谭总，这次是我的失误，我下次注意吧。还有事吗？没事的话去工作。谢谢谭总。
天乐，天乐，倒满啊，倒满，倒满。来吧，随意随意。这酒是个好东西。酒啊，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觉得是好东西，起码它能暂时让你忘了不开心的事儿。你跟夏丹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我靠！你不会酒后一步到位了吧？什么一次到位啊？我是那种人吗？我就喝再多酒，我干不出那事儿啊！你看那但凡酒后乱性的，那有一个是好人吗？那都是酒后借着酒劲发兽性的，在那儿。啊！我跟你说，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。你什么时候见过我瞎牵姑娘的手？没有吧？我好不容易遇上一个一见钟情的，我还不得好好珍惜？再说，人家下单到现在也没答应过我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连手都没碰过？我和他之间的这个距离吧，一直就在50到150厘米之间。哎呀，不说我了，你呢？跟依然怎么样了？啊，我们挺好的，没什么呀。我说你们俩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么长时间了，这故事就没点进展？哎，你别瞎说啊！我们那隔着一堵墙，那什么叫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啊？哎，不过你说到这儿啊，我打个比方啊，我就是举个例子啊。如果真的是那像你说的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了，真要有点什么事儿，这应该怎么办？有点什么事儿？负责呀，那必须得负责呀。我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好男人。好男人就要对自己做过的事负责任。扎在我心里最重的位置，也许这就是你想要的方式。忘掉所有的故事，要你在我心中突然消失，也许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我的痛却不是一下子，我努力做你想要的样子，我尽力了却又把自己找回来，每次我是最后一个傻子，不懂事，渐渐找不到了熟悉的坚持，真心来得太迟，花心偷走日子，属于我们最幸福的事。我要给你放首歌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你别烦我。都怪你，出什么馊主意啊？害得我今天去跟人告白，哎，丢死人了。
这么说，田乐是拒绝你了？拒绝还丢人，意思就是说，说我自作多情，人根本就没往那方面想，都是因为听了你那话，我傻乎乎的还跑去告白，告白告白告什么白呀，丢人，我以后怎么混呢？丢人。天乐，真这么说的？骗你我有意思呀？哑巴？意思大哥，我求你了，我现在真听不了这俩字儿。不是，哎，这下单怎么可能是哑巴呢？不，真的假的？他不会说话。我拿这事儿跟你开什么玩笑啊？哟，那你怎么办呀？我哪知道怎么办？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要知道你这事怎么办，我就知道我那事怎么办了。你说什么呢？我，这都是人生的一次抉择。那绝对是重大的抉择。可你说怎么就让我给遇上了？不光是遇上了，结局还是你意想不到的，而且结局更改不了。这事儿啊，一旦处理不好，对对方都是巨大的伤害。问题就在这儿啊！你说我跟人下单都表白到那种程度了。我要因为这事怂了，人是不是得说我人面兽心？没错，而且还得万人唾弃，而且还得接受自己良心上无尽的谴责。那你说怎么办呀？嗨，这逃避总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吧？你说这要……是爷们儿，遇上这事儿了，是不是就得负责任？没错，不会说话怎么了？不会说话就不能爱了吗？对，负责任，一定要负责任。来，为了责任，干一杯。谁还留在我世界里面寂寞，我们都没有再说，都没有提醒谁该先走，当我记起我还在牵着你的手，只怪留给回忆太多，我却没剩什么，痛怎么能够敷衍的一笔带过，我们都保持沉默，宽容的结果却很难过，忘记了现在的我该要放手，第一次我会那么难过，肩并肩走没有牵你的手，当初你说一辈子会陪着我，让我败给了你。但凡是酒后乱性的人，那有一个好人吗？那得负责任呢、啊、那必须得负责任。我喜欢你，这也是一个很严肃的人。我真的喜欢你。好男人就要对自己做过的事负责任。但是你却说了，他怀抱是多么暖和，是不是忘了我你会更快乐，是不是忘了我你会
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今天是因为美兰你来的。那天晚上她回去之后就一直在哭，你知道吧？你把她拒绝了？你帮我开导开导她。你很可笑，你特别特别可笑。你让我劝她什么？你让我告诉她，你信以为真的爱情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泡沫是吗？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觉得我们俩不合适。不合适？怎么就不合适了？你不喜欢他？你不是一直挂嘴边上说他是你女朋友吗？你跟我扯这个干嘛？林天乐，美兰你是不是我女朋友咱们心照不宣，彼此都有数。你告诉我，你不和他在一起是因为他不好？他挺好的。好就在一起啊。他把我当成你，又哭又闹。是个好姑娘，但是我真的不能跟她在一起。因为依然，这事跟依然没关系。我再说一遍，我就是觉得我跟梅兰妮在一起不合适，也麻烦你回去劝劝她，跟她说让他开始自己新的生活吧。对了，别告诉他，这话是我说的。哎，懦弱，懦弱。这么能喝了？你不是也挺能喝的吗？今儿我请客，奉陪到底。不是，我都说了那次吧，是因为我第二天要相亲，紧张才喝成那样的。那今天你不紧张啊？今儿还行吧。我觉得跟你也算是有点熟了，不是？熟吗？咱俩好像不太熟吧？就还行吧。嗯，毕竟我骑车送你上课都一个多礼拜了。反正对我来说，你是我接触过最熟的异性了。磊磊，你太老实了，将来以后啊，你女朋友肯定得欺负你。啊？啊什么呀？喝酒。哦。来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。保研的最佳人选，
我历年成绩都是第一名，系里只有一个名额，肯定是我呀，你说是不是？嗯。可是呢，没想到一开学风起云涌，变幻莫测。第二名那姑娘写了一个什么抗震救灾的征文，得了3.5个积分，又跳了一个什么什么舞蹈，第一名，又是3.5个积分。你说我等，什么叫行为积分啊？你行不行啊？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？行为积分就是靠某种行为来获取积分，至于你怎么获得积分，那就得看你的本事了。我知道了，这东西啊，平时一点用都没有，可是一到什么保研啊、评定奖学金的非常时刻，这就像那水养的豆芽菜，你都不用浇肥施料，它就自个儿蹭蹭蹭的往外窜。哎呀，这简直防不胜防嘛！你说什么呀？什么豆芽菜啊？我怎么听不懂？没事儿，你继续，继续。嗯，继续。你干嘛去啊？不是去开会吗？你先过去吧。这是设计组的会，你不用参加。你放弃吧。你放弃嫁给林天乐的计划吧，他不爱你。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那我就清楚地告诉你，林天乐不爱你，他只爱美兰妮，美兰妮也只爱他，他们两个缺少的只是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心意而已。你自己不觉得自己的存在很多余吗？我真的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谭总。现在是上班时间，我们最好只聊跟工作有关的事情，而且这是我的隐私，我没有权利和义务向你汇报，希望你理解和尊重我。我再告诉你一遍，你处心积虑的设计永远都不可能成功。姑奶奶，我做梦也没想到，他2个一等奖就落实得这么干净。我呢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只有2个大鸭蛋，大鸭蛋，大鸭蛋。你说你啊，被他黑了整整7分，屈居第二，这公费保研的名额也没了，多可惜呀！我难受，我心里委屈，大家都认为他是名正言顺的，他名至实归，他多才多艺，他就得有好结果。我呢，我就是个死读书的，我就是个失败者。你别瞎说，你挺好的。这也不是每个人，你想想，都能像你这样读书读得这么好。学习好有屁用啊！学习失败，爱情也失败。有吗？我觉得你这么优秀，恋爱不可能失败吧？
这怎么了？怎么还吃上药了？胃疼，胃疼，严不严重？不行，上医院去。没事，老毛病了。这他们俩怎么到这儿了呀？什么情况？我跟没看着，跟我说一说。刚才就这男主角带着女的去到处找工作什么的。 这几天干嘛一直躲着我呀？没故意躲着，就是忙。忙也得注意休息，别总大半夜回来，要注意睡眠。那天的事儿，我会负责任的。那天的事儿？我是个男人，这种事儿我必须得学会担当。别往心里去，我没什么的，真的。 这么大事儿都发生了，哪儿能当没发生过呀？你想担当什么？你一晚上都在喊梅兰妮的名字，你要想担当的话，去找梅兰妮吧。对不起，我知道这种事儿对于女人来说很重要，我就想告诉你，给我几天时间，你让我冷静冷静。我想好了，一定给你答案。我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，这种事儿。 胃有点疼，睡不着，坐会儿。我就给你拿药。不用，刚喝了。你这总是胃痛也不是事儿啊，不行的话送你去医院吧。不用，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可能晚上吃饭的时候吃急了，缓缓能好点儿。 梅兰妮，我只是一说，如果因为胃痛，你住进了医院的话，你觉得天乐会是什么感受？什么意思呀？要不说你的情商跟智商吧，真都低到了极点。这有的时候同情和怜悯呢，是女人获得男人情感的最有效途径。你是说，这样不太好吧？那你觉得呢？ 可是，没有可是，总之你好好想一想，想通的话告诉我，我给你办入殓手续。不跟你办入殓手续，我给你办入殓手续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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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
我和依然要结婚了。你是打算结婚呢，
还是真要结婚？我真是要和依然结婚了，想好了，哥们儿，我先走一步了。不是，你逗我们玩呢吧？哥们儿，你可想明白了啊？这结婚跟恋爱可是两回事儿。这将来你要是再后悔，哥几个可就帮不了你了。我想明白了，结婚这事儿，早晚都得来，跟谁结不是结呀？依然人挺好的，能持家，人又好相处。不是，那我能大胆问个问题吗？啊，没来你怎么办？现在不问什么时候问？梅兰妮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以前是，现在是，将来可能不是了。我叫你们来啊，不是让你们来诅咒我的，是想听你们说点好话，哪怕是最俗那种都行，什么百年好合。早生贵子，永结同心。来吧，百年好合吧。早生贵子，永结同心。同情和怜悯呢，是女人获得男人情感的最有效途径。友谊你当成了感情，其实我不喜欢你。谭少宇，我想通了。早啊！哎，我就是想给你做顿早饭，平时都是你做，怪不好意思的。还是我来吧。哎，别，做完了，做完了，哎，吃点人，吃点人啊！好了好了，来来，吃饭吃饭。做的肯定没你好，这面包是买的，牛奶也是买的，就这鸡蛋是我煎的。这顿饭跟手艺没有关系，谢谢你。哎，那个，哎，吃饭。我觉得既然我们在一起了，就应该快快乐乐的。你快乐了，我也就快乐了。对。哦，对了，我今天要上班。依恋他们要排练舞蹈，可能会早下课。啊，我接。